是 Peggy， 我是 DJ。 那又到我们来介绍我们的 Fine Label 的上衣还有裤裙哦。那我们先看一看是我们的上衣，上衣呢是针织面料来的，另外呢它有搭配木耳边，领子这边跟袖子都一样，是同一个系列。这个针织面料呢上面呢它是有小小的细纹，所以你们看起来还有点像是细线条的感觉。上衣的面料，这个上衣的面料是属于针织型来的，所以呢它的弹性是非常的大的。宝贝们，你们可以看看啊，我稍微拉给你们看看，是很有弹性的它整件。然后呢它的上面的细节呢它是一个小坑条，所以你看起来有点像线条这样的感觉，有一点像纹路咯，它就是属于。另外呢我们的领子呢跟袖口呢有另外搭配了木耳边，所以呢看起来稍微有设计感，不会那么的单调。这是我啦，然后现在呢他们该示范的是青色跟那个卡其色，我的话呢是穿着灰蓝色的。灰蓝色呢我示范穿的穿法呢是没有塞衣的，所以你们看到没有塞衣的穿法呢会比较活泼可爱一些，因为它的木耳边这边呢会显得更加的生动。我近看给你们看一下啊，你们可以看到呢像衣服的长度呢它不会过长也不会过短，就穿起来的话是刚好的。我手举起来的话呢它这边呢都不会说把你这边旁边的肉呢给露出来。那如果你们是拿灰蓝色或者是卡其色的话呢那个纹路呢会更加的明显，然后近看给你们看一看啊，你可以看到它的线条呢是非常的明显的。那如果是呢你们像 Peggy 这样子拿深色的话呢，它的那个纹路呢就会比较低调一些，不会那么的凸显出来。你可以看到呢它完全是不会贴身的，你看就算像我们这样比较肉肉的女孩子呢穿起来呢它也不会看到显得一层一层的感觉，而且呢还很显腰身，你可以看到啾啾的穿。那你们可以看到呢现在是灯光打下来的效果嘛，然后阿婷穿着的话呢是卡其色来的，卡其色的话呢就算灯光打下来呢虽然是浅色但是一样不会透，因为呢这一款针织面料的密度呢它其实算蛮高的，所以呢不担心说呢针织面料我们这样子拉起来呢哇你会看到里面啊很透还是什么的，这一点是不用担心的。看一下裤裙的部分啊，裤裙的话呢你可以看到呢它其实是格子的纹路，然后这个格子呢你可以看到它分散到呢它不会说是太密集的，所以它呈现的感觉呢也是非常的清新。然后这一边呢它是属于中高腰的设计，然后因为我现在是没有塞衣穿嘛，你们没有看这样明显，如果你们要看更明显的话可以看一下 Peggy 或者是 Ating 的效果，它的那个高腰设计呢会更加的明显一些。然后它是外裙内裤来的，里面是裤子，你就不担心说它长度太短啊会走光啊还是什么的。然后这边呢我们就做了一个假的 pocket 咯，假的 pocket 这一边呢因为我们不放真的 pocket 呢怕你塞了东西过后呢它这边显得蓬起来呢就没有效果，就没有这样好看。然后这边呢我们就特别是这边搭配了一个贝壳的那个纽扣，然后穿起来呢会更加的好看。它的拉链呢是在中间这一边的，然后另外呢我们一样会有车腰的，所以呢它穿起来你会看到它的嘎丁呢是很顺，看起来很显瘦的，因为它不会是直直下的嘎丁来的。然后呢你们可以看看我们穿的效果，就算它穿起来呢是小 H 呢，而且呢它不会贴身，因为呢这个面料呢本身是比较挺的，所以呢它穿起来也稍微 A 的感觉，看起来人比较显瘦也比较显高的感觉哦。像今年呢你们看到比较多设计呢其实它都是主要都是素色的设计比较多，然后像素色的话呢我们平日搭配呢就是非常的方便哦，你不用说讲特地去要搭什么颜色的。然后像这种格子裙呢它搭配素色来说呢它就比较特别一些。那这件上衣呢我们一共是有三个颜色的，就是我身上这个灰蓝色，阿婷这个卡其色，还有 Peggy 这个深青色，然后一样是有六个 size SML XLW 跟 Triple。然后裤裙的部分呢一样也是有三个颜色，然后这个是我们自己另外搭配起来的，所以这样子搭呢也是蛮搭的，也是一样是灰蓝色，然后还有 brown color 还有深青色，然后它的那个格子的纹路呢它是搭配着白色的，然后一样的也是六个尺寸，所以呢你们搭配起来的话呢尺寸方面们你们就不用太说担心说其中一款呢会没有的你们的 size 哦。近看一下那个裤裙的面料啊，你可以看到它的面料呢是很直挺的，所以呢它是不容易皱的，我们这样子抓的话呢它也不容易起皱，所以清洗跟照顾方面呢是非常的方便我们的。然后这一边呢你可以看到它的格子，它这一边呢它就有细细的那个白色线条哦，然后里面的话呢它就是一个很滑身的里布的裤子，所以穿起来呢就是不怕闷热，是非常凉爽的。身呢是穿着 XL 来的，我的胸围37，腰围33，肚腩围36，至于臀围呢是39寸。下半身呢因为它是比较高腰的设计，所以我的下半身我就穿着 L size 来的。
的胸围呢是36寸半，然后腰围的话29寸半，肚腩的话34寸半。我现在穿的上衣呢是 L size， 是舒服的。然后呢，下面的话臀围的话呢我是38寸半，然后腰围这一边呢。这裤裙呢我是穿着 M size 的，我整体上呢穿 M size 的裤裙呢是刚刚好 fit 身的，就是这边呢也不会说有空位的。我的胸围呢35寸，腰围29寸，肚腩35，臀围36。我现在上下都是穿着 M size， 穿起来是适合舒服，不会紧紧绷绷咯。刚刚我们有说到呢，其实它的上身跟下身呢是分开的，只是我们把它搭成了一套。但是呢我们现在就有推出一个 combo set 哦。平时如果呢你只是买上衣的话是39块，然后裤裙呢它就是59块。然后你如果去我们的官网然后甚至 Facebook 下单的时候呢，你们是看到一个 combo set 的，然后我们的客服也会跟你们说。然后你们一起买的时候呢，上衣的部分呢，如果你是一 set 整 set 买，它就会在上身跟下身呢各扣一个5块钱，然后总数呢你就可以拿到一个10块钱的折扣哦。那如果你们想要看更多颜色啊、细节图啊、尺寸表啊，都可以到我们的官网，或者是你们有任何关于尺寸啊你们想要询问的，都可以到 Facebook 找我们的客服。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